レッドストーンポケットお送りします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今天要来玩有点久没有玩的异音村了，之前都在那个神魔打101回的那个打超久的，然后今天有一个地狱机关卡。好，那今天现在终于有空来玩一下我们上次异音村。上次来到找到爆书了，然后他要我们去仓库拿煤炭，然后要来做那个十字镐。哦，爆书跑出来了，爆书乱跑。好，我们去找一下煤矿。仓库在，我记得仓库是在爷爷旧家顶楼的样子。这样的话，还是要先回家一趟，到爸妈的房间找爷爷旧家的钥匙，所以要先回我家去找钥匙吧。那爷爷的旧家在哪里啊？爷的旧家，好啊啊！我家在哪里？有点忘记，找一下，在一楼吧，楼梯哦，差点找不到楼梯，应该是在这边吧，这边。这个家吧，看一下是不是蛮熟悉的，应该是。好，爸妈的房间，爸妈的房间找钥匙。我来过这里啊，怎么没有看到钥匙？突然出现了。上面写着阿姨的家。爷爷旧家就是阿姨的家吗？好，那我们去阿姨的家，是那个很大很大一个很像豪宅的那边。这边阿姨的家超大的，两层楼。好，阿姨的家没有错。好，来喽。好，那有什么吗？看一下上面有字，上锁的什么器被挡住了，很小的孔洞，是一个锁是不是？我们要找东西。这个应该是什么？是一台录音机，亮停止，还没有开电源，亮停止。难道可以用吗？看一下电源在哪里啊？有一朵玫瑰花耶。好，我们来找一下收音机的电源在哪里好了。没有看到电线耶，这不会是无线电吧？无线电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问号，然后左箭头是左边。这里有一个按钮。左左左，向左的镜头加个问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左边加问号，这边的房间先看一下，有一个工作台。看一下，是一个罩。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有藏东西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像没有。有一个烟斗耶。好，这里的有一个门，怎么过不去？被挡住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洞。那我可能要换一下材质包，不然我看不到它上面的那个名字耶。来看一下资源包，我们先用原始的好了。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，先用原始的来看一下。没有变哦，没有，我以为是它有自定的名字。好，
好，那这边看来没有东西，看一下这个上锁的播放孔，有很小的孔洞。哦，上锁的播放器，这边应该是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才对。哦，我看到一个拉杆诶，哦，这个是按钮，咔咔咔，卡带运转的声音，传出模糊的声音，似乎是个年轻女生的。回想跟你相识是多么的遥远，回想握手一刻却又这么接近。如果深信会再相遇，等待又有何难？如果真心真行彼此，嘣，重物落地，坠落声，怎么回事？什么声音？这不是录音机传出来的声音。连忙回头一看，只发现门口堆满积雪，在铁门即将关上时，我看见是鲍叔。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鲍叔要这样做？啊，寻找逃脱爷爷舅家的方式。什么？我被鲍叔给关起来了？我被鲍叔给锁起来了吗？门口堆满积雪，要融化至少要等到明天中午，该怎么办？那我就这边睡到明天中午好了，我就睡到明天中午就好啦。等等，我居然被鲍叔用大雪之术给围起来了吗？哎呦，被关起来了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有什么好了。密码有三码，可放零，字条排在漏斗内的左边。密码在这边，保险柜。好，有三码哦。密码是什么？我希望把美好回忆锁在此柜，但终究时间会来解锁，将热烈回归细水长流。密码要有一个三码的密码，是不是？再来找一下。先看一下箱子。哦，怎么那么多？一到九。啊，这是密码纸吧？哦，那我们继续来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密码的提示好了。先把它放到背包里面。这个是什么？指针指向六点，六点，六点。这里下面好像吊着一只鸡，是不是？一直听到有鸡叫声。指针六点，然后。刚刚外面那个有一个问号指向左边，对不对？这个会不会是时钟指向九点的意思啊？就是指向正左边，不晓得是不是左加问号？好，去找一下，有一个鹅卵石，哦，三个鹅卵石，这里要做什么？哦。哦，怎么好像可以爬上去的感觉？可以耶，为什么？爬上来了，卡在那个箱子上面。啊，这样看出去好漂亮哦，有点橘色、粉红色跟那个樱花的感觉，飘雪的感觉，雪樱花之类的。好，那我们这里为什么又掉出一个玫瑰花？突然冒出一个成就，好，后面打不开。那哦，提示只有到这边吗？只有到这里为止吗？收音机的提示，哦，收音机是坏掉了吗？只能听一次哦。它那个会一直喷出玫瑰花是吗？这样是正常的吗？这样我可以顺利收集到好多好多玫瑰花哎。它该不会是无限的吧？再看一下。哟，好像没了是不是？好像喷完了。
有点像那个马里欧那个要敲十下的那种砖块，对不对？金币砖块，别人好像就是按十下吧，喷出十个玫瑰花。好，那好像没有了。那我们来想一下提示，是一个罩，这里好蛮诡异的，就留一个洞。我这边有一个洞，各种洞哎。哦，这个罩不晓得要做什么，也好像没有什么提示。是一个罩，天的密码，这个是指向六点的嘛？哦，另外一个是往左的箭头加一个问号。那这边就说，需要把美好的回忆锁在此柜，但时间终究会来解锁，将热恋回归细水长流。哦，会不会是回归是不是会指到十二点，是零点的意思呢？现在试试看密码，看看是不是零，还是要放在这边对不对？零。零六九，会不会是这个啊？试试看。密码上面排在漏斗内的左边。好，看来应该不是的样子。看来应该不是吧？六九。密码是什么呢？讲一下。我们再来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提示好了。这个房间我好像还没有去过。地下室，天花板角落有些诡异，像在盯着我似的。天花板的角落，有藏什么东西吗？角落，这个方块感觉不太一样哎，还是光暗的问题啊？天花板角落有些诡异，这里这个洞包是什么意思哎？暗的角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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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晓得哎。看一下，先去楼上看看。右边的门缝，电线裸露出来了。右边的门缝，那要怎么处理啊？电线。压箱子的木板侧边很容易烧坏，这些都打不开的。有一个按钮，仓库角落放着一把脏掉的锄头，能把它弄干净吗？捡不起来哦。那我要怎么把它弄干净呢、啊？箭头指左边，应该是叫我们注意这个按钮吧。但是捡不起来耶，要怎么弄干净它呢？东西吗？哦，有一本书，破旧的笔记本。有两种笔记，很多地方糊掉了，貌似在对话的样子。怎么了？什么事？感觉有些字写得特别大，特别用力。怎么了？到底想怎样？阿义，阿义，这是爷爷的名字啊。那在和他对话的是，
哪里做错事了？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这很明显是爷爷的字迹。没事，不要再管我了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是有机会的。可是放弃你，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人，字页被撕掉了，被撕掉两页。至少你成功了。这几个字是另外那个人的。哇，好充满谜团的笔记本哦，完全看不懂。哦，灶台东西。哦，一个打火石，打火石要做什么？要烧掉什么东西？还有一层楼，还可以往上。要把锄头弄干净的，对，不晓得要怎么做。哎，他说天花板的角落对不对？有什么东西？天花板的角落是这个天花板吗？好像有什么东西耶。哦，压箱子的木板侧边很容易烧坏。哦，难道是用烧的吗？侧边，侧边，要烧哪边啊？嗯，还蛮难的耶。看一下还没有什么地方。哦，哦，这里有一个洞。诶，是不是有一个箱子啊？诶，有一个箱子对不对？哦，诶，这样我要怎么拿到啊？侧边有一个，哦，有有有，哦，是玫瑰哦，居然是成就物品，藏在草里面的啦。啊，看一下这些花花草草，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边有一个楼梯，没有灯。哦，这有一个拉链，灯亮了。有根熄灭的蜡烛，这个吗？这个是蜡烛吗？熄灭的蜡烛，那用打火石，打火石可以把它点燃吗？哦，拿到点燃的蜡烛。哦，有耶，蜡烛，拿到点燃的蜡烛了。好，蜡烛，那蜡烛要放在哪边？想一下，啊，这边是拿鹅卵石的地方，蜡烛灶台吗？这边可以把它点亮吗？我是一个灶。乱放，那是一个灶，行，将不是放这里的，一个灶，然后蜡烛要放哪里呢？这里，好像还蛮适合的，但好像不是，上锁的播放器，应该是有什么钥匙放上去，才能放上去吧。啊，蜡烛，蜡烛，看一下楼下天花板的角落有点诡异。蜡烛，烛，那没有用。蜡烛照不亮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天花板，天花板，啊。是楼上呢，要放哪边呢？压箱子的木板侧边很容易烧坏，可以把蜡烛放在这边就可以把它烧坏了呢。侧边，侧边，可
可是这个烧坏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啊，它可以打开。按呢？好，到底要看一下这边有图书馆吗？像附魔的地方哎，好像没有东西。按钮我们自己有按过吗？桌上好多蒸馏台啊，这爷爷还教过我怎么做。底下垫三块软石，咦，上面是放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算了算了，不想了。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爷爷老是喜欢提到这蒸馏台。蒸馏台，我刚刚拿到三个软石哎，然后可是要怎么垫上去啊？三个软石。这里不能放哎，三个卵石，有五个蒸馏台，卵石是要放哪边啊？卵石都不能放，石蒸馏台，完全没有任何头绪。糟糕，糟糕了！蜡烛，然后楼下还有一个密码要解开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要洗干净的锄头。哇，天哪，好多谜题呀！在这边书里面思考一下，看会不会得到什么灵感，感觉有点小难度。之后要再来仔细搜索一下。有什么其他的提示呢？好，那我们这一集时间好像差不多，我们先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我们这集收集到了一个蜡烛跟一个打火石，还有三个鹅卵石，然后得到好多玫瑰花，得到十几个玫瑰花，快达成他的玫瑰花的成就了。那但目前有点小卡关的状态，希望下一集我们可以茅塞顿开，能查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结束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密码纸不知道放哪边呢？放进去原本的地方看看好了。那收进去了。哦，听到很厉害的活塞的声音。这里有楼梯耶，刚刚没有对不对？然后他做一个隐藏式楼梯机关哦。